大家好，然后俺家是一天比一天好转，然后，医生说也可以增加点营养了，然后我现在去买点排骨，等回家从医院回来了，俺家里炖点排骨汤，营养跟上了，好都快了，是呗？咱现在去买排骨啊。还有排骨呗？没有排骨了？刚才到那儿买排骨呢，人家没有了，然后我给人家订好了，下午让桂霞直接过去拿就行了啊。来，走了啊。排骨拿了啊，我给熬点汤。俺妈晚上等炖点排骨，给俺唠唠嗑，煮点面条吃。俺妈在医院睡不好，照顾俺姥姥，然后现在叫俺妈可多睡会儿，我可下来买点菜。行，好，给俺家做点排骨汤，煮点面条，然后说说刚才去买点菠菜，然后赶我就贴这里头了。这几天俺家基本上是差不多了，又没有别的啥事了，就是有点头晕，就是血压低导致血压低，就是可能这么长时间不能吃东西，然后导致血压比较低，然后大夫说就是说让他吃点营养的东西，然后说炖点排骨汤啊，就是煮点面条啊。然后给他慢慢的就是恢复，然后正好结婚对那边又给他送过来，已经熬了2个小时了，我的汤还是白了，然后我煮点挂面。在外面少放点盐，然后医生吃清淡点。是不是太糊了，长的面太多了。没事，这样这样就像这样流式，这样好，我看都烂，挺好。是呗。这样好消化。倒。放菠菜是呗。我汤来在这拿过来。没事。不凉吧？你估计喝也没人吃。有，
黑夜在家里他们也吃的，你也吃不了那么多，我熬来一下锅的行。我来的时候给俺们弄了，他们都在那吃。特别你这里光给你弄点面儿，没给你弄肉，他们把那肉吃了。就有点糖醋的面，也不能吃太油大。对。但是没营养又不得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都是叫你喝奶，你都得喝，知道呗？嗯。你冲奶粉，你都是酱喝是呗？对，今后边喝热的鲜牛奶，喝了不到半瓶。嗯，慢慢的再。哄哄伢伢，伢不喝，我说你喝了吧，喝了都有劲儿了，喝了都能跟俺煮肉了，你说这个都喝不下来，要不伢不喝。这都喝了都不喝了啊！看来你还是愿意吃，烂乎乎的，是呗？嗯。